孩子是世界的希望，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下，全球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持续下降。从1990年至今，我们已经挽救了超过1.2亿儿童的生命。然而，新生儿死亡率却始终居高不下。去年，有100万名婴儿在出生当天就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如何与死神作战，守护人类的未来？2月14日，和我们一起关注盖茨年事。我们是 TFBOYS， 我们是乐天行动派。